编号自动就全部解决了，当然是会是更好。好，那第一阶段如果这个编号解决之后的话，假如说我今天要输入，这个有点像是简易版的进销存系统。比如说我今天我要这个销售一些货，那出货的部分的话呢，那公司有这几样产品，总共有几样呢？你要怎么样呢？把他们的重复部分把它去掉，那各卖多少钱？那量这个应该是出货的数量多少？小计，小计这个部分可以自己算出来。还有呢，就是公司业务有分成好几个区域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希望做出一个输入的表单的话，简单做出一个进销存系统，因为很多同学都反映说他买个进销存系统真的很难用，但是又想要找人家写，可是又找不到适合的人写，因为他们的需求其实太简单了。根本，所以我说，那如果很简单，你何不就自己来动手用 Excel VBA 帮你设计就好了？那你只要懂得 Excel VBA 表单的原理，你就可以自己输入啦。那只是说输入之后，要第一个如何建立表单，第二个如何输入资料，第三个如何跟资料库做连接。因为你输入完，也许你有很多个前端画面都在做一样的事情。那最后一定要汇整到一个共用的资料库里面，那用什么方式来做？我想等一下会逐一来跟各位做说明。那请各位先把这个档案先开起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